因此修习菩提请求佛果的人应永断吃食这五种心菜，这是第一步增进修行的渐进次序。心善念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从来不讲非佛法的话，这养成习惯，脑袋里面只有佛法，讲出来只有佛法，做出来只有佛的事情，要养成身口意都要故意强迫自己，所以脑袋里面没有不好的想法，从来不会有，再大的侮辱，再大的痛苦啊，一笑置之，尽力而为，没有一个被侮辱的我啊，而且侮辱的能够让我们修忍辱很好啊，修悲心啊，那你要一直如此，所以自己得癌症，自己被车撞死，自己被砍头而死，你都要观想好啊，啊，所以那你死亡的过程砍下去很痛，而你还在笑嘞，因为你已经练习很多，那只是一个刹那的感觉，砍下去这样而已。那你不能说啊啊啊啊，连死了都还在啊，所以各位要让你的脑筋很丰富。修无常想，修慈悲观，慈悲观讲的是如何帮助众生，无常想的是如何对治你对身体对自己的执着，要净化。那这个我只能跟各位说，但是各位你要不要练习那是你的事，解脱靠自己。那这方面我要有一点认真啊，所以我发现我有一点懒，因为我很喜欢想很多然后没有去做啊，但是我脑筋里面很少停掉了，二十四小时任何一个动作都要关，开车门关车门，这部车的结构是因缘合合的，无自性空的，所以这个有形象，这部车开到路上它会面对到什么问题啊？可能车祸，可能毁掉，但是顺利到达目标，所以要准备好顺利到达目标要怎么样，开车死在路边准备怎么样都要准备好了啊，因为各种状况，所以各位叫你要做一个主管也好，做一个领导人，可能这个事情会有八个状况发生，但是八个状况你都想好了，要不要？一定要如此。所以来 A 状况、B 状况怎么处理，你都要处理。你要会处理，你不能有一个意外，我不能接受这个状况，都处理好了，生准备死吧，健康准备生病，而且各种的病。所以如果你去医院也不要浪费时间，癌症病房外面坐久一点，观想自己得癌症，第二你最爱的人得癌症，那你怎么面对，然后再到肺部科，然后再到关节科，这样，然后最后坐在殡仪馆，我也要躺在那边选好位置，再来怎么助念，家里往生怎么助，再来自己往生的时候怎么被助念，对不对啊？放在那边冰冰的，那你这些要观想，观想以后怎么对治，对治就是悲心嘛，所以我这个时候帮他念不动佛施食辨识咒，特别要念一个来嗡、萨美耶少多华，那飞机掉下去啊，粉身碎骨啊，他会觉得我缺那个缺那个啊，所以你要嗡、萨美耶少多华，他恢复圆满的身口，也不再断手断脚，
啊，所以各位要先消业障。嗡波罗摩林多人萨婆，嗡阿罗伦吉萨婆，嗡三藐三多话，然后给他吃，给他喝，给他药，按耶那三婆哇这，然后给他衣服，给他一切。然后呢，消除他业障，送他去极乐世界，这样，这是疗程啊。那这些你都要观修好。你是男人要观修，我是女人哦，她怀孕了，变成我怀孕，那我要怎么帮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来观修众生苦，入众生心，就是说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这位妇女、这位老人、这只蚂蚁、这个轨道、这个地狱的苦，你要感受到，感受到，所以你要入，这个叫悲心啊，大悲不舍弃，融为一体，心系着众生，所以那你他的苦你完全感受到，他的乐你完全要负责任。所以怎么样帮他？所以你要追求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因为烦恼，所以烦恼你要学佛，法门无量，那究竟呢？你要成佛，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你要按照这个次第去认证，所以那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兼顾到啊。就像我坐在这边，我前面有一部摄影机呢，啊，那些比较后果，脸色没有黄黄。有没有？现在人家看到啊，师傅，你那比点西个笑脸，感谢我们摄影师拍老一点啊，让你看到我比较健康一点。我这些我都要兼顾好啊。然后他们在拍各位，我要看这个荧幕可不可以啊？对不对？这样拍，适不适合？有没有哪里是怎么样？怎么样？整个后面怎么样？整个前面怎么样？那各位你要开始学习。就像我讲的，人的眼睛要像苍蝇一样，像雷达一样多面的啊，人的心也啊，要去感受到所有生命有情无情，一个石头也有生命，对不对？无情的负责，一个树神在讲什么？这个树在讲什么？所以各位你要去观修，如果你尊重对方，对方一定尊重你，就怕你不理他。只要经过庙，我在车上很多庙。刚刚经过会经过东龙宫，阿弥陀佛，东龙宫王爷欢喜，我都会赶快念。那师傅，你不是拜佛了吗？那是王爷，王爷，王爷威德力很大的。经过淡水河，淡水河河神加持，龙王加持，众生离苦，淡水河变成甘露水，嗡瓦苏多里说啊，你都要一直观修，不要浪费时间。同样的说，过一天的时间，你的脑筋是过了几百亿劫的。在这边思维所以佛陀可以一念三千大千世界，因为他都结过缘了，他在思维的。佛陀可以骗之一切，佛陀可以针对一万个人给一万个思想、一万种语言。你现在就要练习了，所以你对整个世界的发生的事情产生了解、关怀，给予方法、帮助。但是各位不能骄傲，你要默默的做，孤独的做。今天你一个人得癌症，放在冷冰冰的病房，没有人来照顾你，但是你要把握当下，可能你还可以活一个月，很认真的观修，透过好在有这个肉体，对不对？然后让你能够在娑婆世界成就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负面了，为什么没有人理我？为什么没人照顾我？为什么医生对我这么不好？那你就完蛋，你的心念就完了。我要利用这短短的一个月。对所有癌症的关怀，利用这个心是在对娑婆世界的关怀，因为你对娑婆世界的关怀就是净土的资粮，更是菩提资粮，对不对？不要浪费。特别人之将死，对不对？那他的心念也是好的，其言也善，他可能会讲一些好的，劝人家所以各位要每天这样去思维，死亡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所以当下能够做人太好了，因为做人可以修成佛啊！念一下：人成即佛成，三世诸佛皆在人间成佛。哎呀，太好了！做人宝不宝贵啊？太宝贵了！那你要很有福报了，赶快抓住机会去修行。等一下晚上你们回去，每一家商店门口嗡啊嗡嗡啊嗡啊，比老王可能嗡什么什么的。你要默默的散发光一日。每一间店都把它净化一下，超度一下，愿他们发财啊，对不对？愿他们发财，愿他们发财，可以转化开成素食店，
素食批发食物，那你不能省钱。你往这边走，要一记得马偕医院；你往这边走，记得淡水河边。因为我妈妈生病得癌症是在马偕医院，我是在那边发心出家了，请纪念马偕医院。我真心的跪下来，我决心要出家在马偕医院，所以我跟天主教有缘的。我爸爸也是在天主教的圣母医院往生的，奇怪哈、所以，但是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有一个纪念，这是我的习惯。因为不虚此行，不要浪费。今天跟各位见面，不要浪费。所以我必须把我这辈子所体悟的所有的佛法，透过白话亲切生活的方法，融入各位的心，管不管用？从生讲到死，都讲完了。一定要如此。人家鼓掌，我就怪怪的，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所以要养成不需要被鼓掌，不需要被说谢谢，不需要说再见，这样，所以因为养成那个顺其自然，尽力就好嘛，但是人家鼓掌你好，随喜你有功德，因为你赞叹佛法嘛，所以但是你要时时刻刻保持着很认真在每一点，却不执着每一点。你不能忘了这个，忘了这个，所以养成习惯，一上来每一个地方都要扫描一次，扫描，扫描。像我上来都会用个扇子，因为缅甸的老法师说，你这样扇一扇呢、障碍消除，大白伞盖，前面有一尊佛像，这样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听佛法没有障碍，这样。所以，当然我不了解说。缅甸佛教这个是真的吗？但是他这样讲，我有个信心呢、很重要。我没有障碍，各位都没有障碍，大家听法都没有障碍，哦，太好了。那他们是一尊，我给你，你不要给我偷走啊！我每次宝贝不见了，就是一只大象，上面有一尊佛像，他们这个大象就可以降服一切魔障，在缅甸，所以他们如果要降魔障，他们就用大象做的佛。那事实上，大象做的佛就是我们不动佛啊。所以缅甸有不动佛的加持，然后呢，他们用扇子，我也不知道，大概天气热吧，对，因为缅甸人认为说用水啊，对不对？用香啊，用花、然后用扇子可能表法哦，就是消除这些不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个方法。那我认为，我都认为，只要是好的，就像我这次去大陆，有一位居士说：“师父啊，你要讲课啊。”桌上也要摆一个水晶球，我说什么意思？这样以后啊，也可以消除障碍，好吧？那就摆吧。这不是执着，也不是迷信，反正水晶很漂亮。希望有空性，又可以展现成哇亮度。这样可以净化，所以各种方法。然后他说你要摆一杯茶，我说为什么要摆茶？这样也不会有障碍。对，佛经有说供茶消除这些，我供茶，各位就不会打瞌睡了。对，那都把它想，因为这个都不是坏事，又不是叫我放一个猪头鸭头，他就叫我放，都放这些好的，所以我就配件越来越多，对吧？因为人家都给我几句好话，来一心顶礼，满愿塔，哇，这个满愿塔能够顶礼，能够问讯，满所有的愿呢，对不对？所以。各位没有去尼泊尔，至少这边有个满愿塔，那是用各种，但所以我都会看到满愿塔，然后就会想到，哇，这个建塔的妈妈她是杀鸡的，交给四个儿子。那天念这个故事，对不对？大儿子就是赤松德赞国王，二儿子是菩提萨埵，三儿子是莲花生大师，四儿子是大乘，哇，上面里面还有迦摄如来的舍利，释迦牟尼佛的舍利。能够在这个塔前走七步，只要走过去七步，还没走到七世得人生，朝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最近有发这个满愿塔的，因为最近都有落成了，落成了又重新开光。我认为信心就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现在不再埋怨他，下回我们到埋怨他办法会好不好啊？存钱吧，有钱有闲就可以，身体还要健康啊。因为尼泊尔也是一个莲花生大师加持的地方啊。那我想又有这个埋怨他的故事，冲古仁波切在那边啊，苏巴仁波切在那边啊，所以很多的伟大的上师，特别下扎仁波切推广吃素放生的，他已经入涅槃了啊。但是各位，这种成就者入涅槃，你到道场去拜加持力还在不在？在，这个叫成就嘛。以前竹王仁波切也在那边，我经常到场，哦嘛那边没有，像观音菩萨降临一样啊。所以很多的善知识都在当地。现在听说还有一个我们台湾去的慧光法师，在那边成立菩萨寺，收很多小沙弥啊，都是尼泊尔人，讲的是你好，念的是佛经啊。所以这一次满愿塔开光，他们也受邀请，哇，小沙弥念经，锵锵锵锵锵，啊，16个小沙弥，啊，以后搞不好到台湾来，哎呦，明哦的哦，眼睛美了不得了哦，啊，尼泊尔人的特色嘛，尼泊尔人还有一个特色，声音很好听的，就像我们原住民，声音很好听的，啊，所以他们念诵的时候声音很好听的，啊，所以各有各的民族特色。好，来，一心祈请佛法僧三宝、历代祖师、卢须长老慈悲降临，我等为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六道有情、受苦众生做大供养，愿六道有情离苦得乐，同生净土，现世人们得大福报，得十圆满，得十波罗蜜成就。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各位养成这个习惯，你走到哪个地方就要这样祈愿，祈愿啊！就像你要离开了，阿嬷说你要顾身体哦，你要健康哦，你要养成那个习惯。我认为人年纪大了就会关心别人，对不对？啊，如果你现在还不会关心别人，可能你还不够年纪大，啊，你的心还不够成熟啊！啊，阿嬷都说你要照顾，叔你莫破病哦。我讲你都在破病，我好好，你叫我莫破病。因为呢，阿嬷就是阿嬷哈，就是希望你不要生病嘛。啊，那我们现在为六道众生做大供养，那各位观想这个供养的福报，众生马上得到，现世者得大福田，往生者得大超度。特别回向来巴西足球队76位受苦者，土耳其12位罹难者，世界各地各种受苦友情得大福报，当下离苦。好，我们最近成立国际施食协会，除了供养三宝，多送了很多，你想慈悲便当啊，给各老人家、独居老人呢、啊，跟地方结缘，然后呢，也在很多地方，特别在国外，海鸥啊、鱼啊啊，做食物啦，台湾很多蚂蚁啊、鸟啊，做各种供养，不但对有形的是这样做，对无形的。也像蒙山师师一样，鬼道啊、地狱道啊，做烟供施食，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盘，代表啊，为六道众生，也为所有众生上供下施。我们念不空摩尼供养咒，念的时候念这个咒，不是光供养佛菩萨，而是地狱道、恶鬼道、动物道、人类、天道、阿修罗道，都满满的供养。佛菩萨绝对不是说供养我就好，对不对？事实上我们点的每一支香，那个味道佛菩萨都会加持化成甘露下施有情的啊。我们供的水，佛菩萨都会化成甘露下施众生的。所以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圆满善供下施。那因为有些众生他是闻香离苦的，特别很多鬼道中阴身啊，所以你能够点好的香啊，或甘露香啊，这样最好。来，不空摩尼
嗡阿摩嘎波扎摩那巴美班扎呀，丹哈扎扎波罗哥帝三曼达扎萨呀，嗡嗡阿摩嘎波扎摩那巴美班扎呀，丹哈扎扎波罗哥帝三曼达扎萨呀，嗡嗡阿摩嘎波扎摩那巴美班扎呀，丹哈扎扎波罗哥帝三曼达扎萨呀，嗡。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观想，一开始愿六道众生都皈依三宝，然后呢持咒观想，我们已经做了两万，应该将近25000场来国际烟供，这几天我们居士还特别跑到新疆几个地方去做昏沐区啊，所以上海那边也天天在做，各地方都在做啊，然后在巴黎有一个慈悲协会。英国，在美国波士顿，加拿大，就想尽办法，大家让世界各地都慈悲，好不好啊？都冒烟，所以我们这样持咒观想。像我现在心态变了，各位坐在我面前，我要想尽办法，你的祖先给超度了，好不好啊？写一张牌位，想尽办法给他超度了。到底有没有超度？我不会啊。我们用功也要有一个结果啊，对不对？结果啊，我不会，我们有问题啊！你要什么方法再给他改变一下？我现在都要求他们小师父要这样做，就是说你的认真有没有达到一个慈悲，对不对？到底哪里缺的？心态的问题吗？念得不好吗？不够吃吗？对不对？没有招请来吗？那我想必须要这样的去一个功课啊，就像我们现在在。罗东也成立沙弥学院，现在那边有4位啊，哇，4位啊，小和尚啊，然后现在念地藏经，念几分钟啊？46分钟。46分钟。他们在比赛看谁敢。小朋友嘛，那些老比丘你来陪他念，没法多了，好吧？对，但是至少他们必须从有里面去努力啊。所以他们现在就说要念地藏经之前，烟供做好，门口做好，那哭哭哭哭哭，变灭啊！46分钟，地藏经念完了，那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哭哭哭这样啊。但是小朋友他这样他就有力量，他就不会无聊，他整天就说我要快，我要念，然后背完那个要背那个，你要给他很多功课啊，不然他就要背智慧手机了，还没时间看这些东西了。他的精力发挥掉了，然后给他吃的最好的，吃的最好。那边的居士是开餐厅的，开2间餐厅，我就夹个八个嘴。不过4点半就 morning call 了，做早课。那严重大悲咒思想全部都念完了，念得比快了，早一点下课，早一点离开。所以以后小朋友你要带过来训练可以，不过我们要先给你保杯，这个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料？对不对？他先天有没有喜欢修行的因？对不对？因啊，所以那边他们租了3层楼，很大，叫慈悲精舍啊，然后就开始运作啊。我想要培养啊，因为我的师父说他去极乐世界马上要来，我准备好啊，迎接师父啊，对不对？办了几年了，成熟了，老和尚来了，对不对？这些长老来了，我们要开始办得很好，来培养，搞不好下辈子我也很快就来了，扎戏来扎来，满戏满来，但是无论如何，那就是要准备好，要很认真。特别小朋友啊，我发觉他们在念的时候啊，小朋友就也靠过来超度，小动物啊靠过来超度，对不对？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因缘可以招请什么样的众生？虽然我们这样讲有一点执着有呢，但是必须从有开始修嘛，有个对境嘛。现在我们把它训练好，下回法会请他们来好不好啊？46分钟，你准备好？念赞啊，念赞，对，念大悲咒，念宝顶赞，人家训练训练，因为小朋友他们念很认真的。法器敲得好，从小练习，这样以后老人班也开一班，小朋友也开一班，
老人般超过70岁来敲法器，那青花板呢？阿弥陀佛。因为他是70岁老人般法器，好，发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不可以发菩提心呢？可以的，愿不愿意？一个孤魂野鬼可不可以发菩提心呢？万法唯心造，只要你有一个心是在，哪怕你是地狱道、恶鬼道、刚死掉的动物，你愿意，马上就得到菩萨界。那虽然是一刹那发起菩提心，也马上就脱离三恶道。一刹那的菩提心就不得了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发菩提心，引导父母祖先六道有情一起发菩提心。愿泰国第14皇帝身心自在，发菩提心，爱护百姓，人们永戴。我想一个佛教国家的佛教国王，这个对这个世界很重要。如果他能够做得很好，我们一直给他回向，然后呢，这个社会越来越和平，越来越清净，很多人就会对佛教好印象啊！因缘到了如此，所以我想一个人，不是说我们回向他一定要坐高位，坐高位能够奉献，下来能够平静，这样就好了。继续做公益事业，这样就好了。所以我想站在佛教，我们不站在哪一边，佛法是爱任何一边，对不对？不能偏一边，通通开花结果。然后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偏一边，就像现在他们在讨论同志的问题，通通对，但是希望他们学佛最重要了。男男女女，男女男女，反正都是欲望啊。但是有欲望就会轮回啊。所以这个社会也要有包容，因为他们成为同志故意的吗？没法度啊。因为呢，同志是一种业力，他没有办法，对不对？他很痛苦，而且他的痛苦超过我们正常的百千万倍啊！所以佛陀才会说：“哎呀，同志可以修行，但是同志不能出家，为什么？因为欲望控制不了。跟男生在一起也不对，跟女生在一起也不对。因为他是同志啊，所以但是同志可以修行。”所以我以前有带一个同志念佛团，人家以为我是同志头了，我说我不是，我是出家人啊，我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像同志了，但是同志也可以发菩提心，对不对？至于社会立不立法，那是社会的角度，随缘嘛。因为你不立法，同志也是存在啊。但是你立法了，让更多人去认同，也不是坏事了。但是问题，同志的问题，如果按照经典，那真是一个痛苦，非常的痛苦。那怎么办？改变呢？多做大乘佛像，他就会转变心念，就会恢复正常。一方面忏悔，二方面打打荷尔蒙。我是男同志，我就多打一些，让我能够去爱女同志的。有些也可以嘛。然后再来就多大乘佛像，多祈请来加瞻严尊者加持。我们加瞻严尊者皮肤很漂亮，结果那个男信徒，哇，哪有出家人皮肤像女人？就这样讲一句话变同志，所以你不能去耻笑啊。然后后来他又来跟加瞻严尊者忏悔，然后他又变为正式的人，然后他就出家了。然后出家以后，别人就不跟他再讲，哎呦，你是同志哎。那他说我已经恢复正常了，没人相信，因为后来他证阿罗汉了，所以我想认为只要有决心，一切都可以改变的。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要偏在哪一边，就算你是反对同志结婚的，那我们要有那个悲心来谈，你不能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不是他，对不对？你也不是他，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佛教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希望两边都好，对不对？希望同志也快乐，正常的也都快乐，只要他们懂了佛法就可以解决一点，对不对？像各位你现在懂佛法了，有没有欲望？就没有了。我自从出家以后，哎，真快乐，不用那边男男女女啊，对不对？那你就过了。那你问我说，师父你有没有欲望？你怎么可以问我这么敏感的问题呢？
会跟你讲没有，就骗你的嘛。我会跟你讲有，但是我安忍得很好，我不会犯戒，然后呢，努力的修行，好像对你就一点痛苦都没有，对不对？就没有那些压力嘛。如果有，最多一秒钟就闪过去了，了解吗？你可能100秒也闪不过去啊，对不对？我们就一秒钟就过去了，越来越淡化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我想男生的欲望也好，女生的欲望也好，强跟弱对象的一样，阴，佛教讲阴呢，阴就是这个欲望在作祟啊，这个欲望会让我们痛苦。那怎么办？同志非常好，同志男人的身体，女人的细心还得了，女人的温柔却有男人的野心，那不得了啦，拿这个来做菩萨就好了，去照顾老人啊，对不对？去帮助社会啊，他们可以做。所以以前很多同志做文学家，做科学家，做演艺圈的，为什么？他能力发挥得很好。我认为导正最重要，对不对？这么强烈的力量，欲就是萨埵，萨埵就是有情欲啊，把有情欲转为什么来追求菩提，所以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嘛。那你有情欲也没关系啊，你有嗔恨心也没关系啊，把这个力量转化。学佛了就是转念的意思，什么都可以转。刚刚我们这样念有没有转化？地狱变净土，生病变健康，烦恼变菩提，因为你念诵它就在转化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念阿弥陀佛，好不好？转化五浊恶世为极乐世界，多念阿弥陀佛，转化六道烦恼为圆满菩提，六道众生为清净净土，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跟念阿弥陀佛一不一样？这个叫无分别了。你不能说同志非同志，事实上都一样了。但是有些人说不行，要念阿弥陀佛，不能念阿弥陀佛，这怎么办呢？要冲突了。那有些人说我要念阿弥陀佛，你不要给我念阿弥陀佛，那还查一下这。还不是一样？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念阿弥陀佛一不一样？一样嘛，反正佛来加持嘛。所以这一次卢区长老舍报，师兄弟开会就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有些人去说，哇，数我念这下等啊，念了会忝嘛？我嘛念我就忝，大家要念那么高，南无本师，那是随缘嘛，让我们调高音，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但是事实上本师释迦牟尼佛，哇，五浊恶世四现成佛呢，这就是我师父的悲愿啊。越痛苦那越有这个悲愿，能不能上品上升啊？所以有些居士问我说，那师父你这样念，那卢旭昌呢就不能上品往生？你怎么那么笨？要是我是师父看到极乐世界我也去啦。你为什么？因为谁会排斥佛呢？对不对？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因为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就上品上升了。为什么？不退菩提，早去早回。你到了极乐世界，时间空间是超越的，没有时间空间的分别了，对不对？常寂光净土空性超越时间空间，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对不对？请问卢旭长老现在有没有来？来去自如，无来无去无待机。你认为他来，他认为他没来，那事实上又来了，对不对？一执着就来不了，不执着就来去自如啊。我想在这一点各位要练习好，你要用佛法的眼光，不要有法门的对立啊。所以我认为谈到同志的问题，我认为两边都对，通通对。但是我们讲的是根源，消除强烈的欲望才是就近的方法。如何消除？不是把它压死，升华成为一种关怀嘛。如果我是同志啊，以我男人的身体女人的细心去老人院照顾灯好啊，去照顾孤儿啊，没事我来照顾孤儿啊，认养，把你的爱扩大，那就解决了因为如果你要把爱成为世间的爱，想要抓住对方，那你也因为很痛苦，同志也可以离婚了，对不对？爱情也会很痛苦啊。所以我想世间只是多苦跟少苦，世间的爱情就不就近，你哪能不敢说不就近啊？最后有也苦，没有也苦，爱也苦，不爱也苦，对不对？
唯有拔除就不痛苦，掉进去就是痛苦，爱你也痛苦，不爱你也痛苦。老公，你现在不回家，我还在台北道场听课呢，对不对？啊，因为他爱你，不然他打电话给你干嘛？不，你都卖邓来啊，你也痛苦啊。所以这个世间就是不圆满，无浊恶世，所以欧玛尼贝美吽清净圆满，南无阿弥陀佛，清净平等圆满啊。那我想我们要念法，念法，你要念药师佛也可以，念心经也可以，念大悲咒可以，就是要保持正念，不让自己的心走入负面。所以为什么地狱的众生可以超度？他一直在想，哎呀，我很痛苦，我不要痛苦，所以他就在痛苦。如果我们念得很专心，他感受到清净，他就超度，因为心创造一切。啊，我饿鬼道，我很饥饿，没关系，我们先给他喂饱了，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在一念，诸佛菩萨度众生很容易的。你有一万个念头，这一万个念头突然有一个念头是平静，他就借这个机会把你拉去净土。所以叫临命中，一念乃至十念，临命中都是很杂乱的。但是你在临命中这个杂乱的几万个念头里面，乃至有一个念头，乃至最后十个念头里面，他就把你这个借这个机会拉去极乐世界。啊，打佛七七天，这七天里面突然有几个念头是专心的，就种下往生的因了。而不是说有人我说师父很难呢，七天一心不乱，乱七八糟。然后达到一心不乱，我说你这样讲，如果你已经七天都一心不乱，你也不用念了，你现在就解脱了。就是因为乱七八糟的七天，总有一两天一两个分钟是正念的吧，对不对？对，这个时候这个因就种下去了，了解吗？就像我讲，一万个洞里面突然有一个洞打开，他已经把机器插进去了，这样啊，你这个因已经种下了，所以哪一天你往生了，这七天之内保有十念是清净的，就利用这个你们拉走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佛，他特别阿弥陀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也一样。哎呀，这个杀人汪洋大盗，他曾经杀过人，抢了很多珠宝，回到家看到一只小蜘蛛，哇，今天抢很多，很高兴，就不踏死他，跨过去，对不对？就想跨过去，因为这样佛陀查出他有这个善根了。当他在无间地狱受苦的时候，佛陀用蜘蛛丝把他拉上来了，但是因为拉到一半又断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跟着他上去，我上他起身，哎，这我的，啪，断掉了。那佛陀说没办法，因为这个丝是佛力加持，一万个众生也可以上来啊。但是他起了嗔恨心，不让其他人爬他的珠珠啊的丝的时候，断掉了。佛陀说众生无奈，所以你要保持那个正念。那是佛陀一定想尽办法，阎罗王就是不要你下地狱。当你下了地狱的时候，阎罗王就问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天曾经跪过你爸爸吗？有，他就把你叫你走。因为这一念善根，你曾经孝顺父母，他就让你不堕落地狱。地藏王永菩萨永远守在门口念口号，你要会念。若人一了师，万法皆心，万法唯心造，嘣，你就超度了。一切唯心造，地藏王菩萨的任务，守在地狱门口，就不让你下去。你念过佛吧？你念过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说：“你只要有一个念头，意念过三宝，这是他答应释迦牟尼佛，绝对不让众生堕入地狱门，对不对？”但是你起码这辈子有念过吧？他想尽办法保护你，到了阎罗王那一关，还是在保护你，因为佛菩萨必须这样示现。好，回向，水来121页，我们修了无量功德。念一下：无量劫来所作功德，随喜所有三宝六道众生所作一切功德，普皆随喜。然后我们把这个功德上供下施，来：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荣，功德回向诸众生，愿亲尽诸恩仇等，永离世苦三毒害，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荣，功德回向诸众生，愿亲尽诸恩仇等，
永离世苦三毒海，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愿佛圣法普昌荣，功德回向诸众生，冤亲尽诉恩仇等，永离世苦三毒海，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各位把这个回向文最好背下来，你对我好，伤害我，撞我的车，我都还在祈愿你永离世苦三毒海，解脱生死轮回海，得证佛果不退转。所以你只要有人走过你面前，或在车上看到前面也有情有众生，乃至经过黑暗的地方，晚上也有孤魂野鬼，你要从你内心念出来，祈愿对方啊，所修功德布施给对方，嗡阿吽，祈愿对方脱离轮回，往生净土。这合起来叫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最后汇集，愿他们往生净土啊，愿他们脱离轮回，随时保持这个利他的祈愿念头。再来，嗡班扎萨多吽，希望自己所有众生身口意都没有业障啊，所以三七二十一遍，一口气念到没气，念七遍差不多没气了。像我五遍就没气了，因为我这个人我是用气用的，我用嘴巴呼吸的。有些人还念十遍都还有气，我五遍都没了啦啊。但是这个气没有了是越好，为什么？代表你的负面的都消除了。口业清净，过去你骂人、说人是非、骗人、讲没意义的话，把这些业都给净化掉。不但我们净化掉，希望所有众生都会念佛、诵经、真实意、柔软语，没有人会骂人，好不好啊？请问去极乐世界，有人会说是非吗？听不见。有人会骂人吗？听不见。啊，这个世界多好啊！所以你要不断的这样祈愿，以后你家没人会吵架，没人会吵架。啊，为什么？因为你发了这个愿，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的眷属世界就没有这个业。所以你听到别人在造口业，或是用文字在骂人，或是在毁谤、在扭曲很多事实的时候，你马上念下来，嗡班扎萨多吽，就是千万不要笑对方。你要做的是赶快净化对方的业障，好不好啊？这两个人撞车要吵架了，嗡班扎萨多吽，他们没有业障，不要吵架。啊，千万不要，什么幸灾乐祸？我看你你没弯起来，我这警察还打电话叫人来看。啊，现在媒体有这个不好，就是说他喜欢拍那些不好的给人看，然后呢，啊，我们又喜欢看，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被误导了。所以各位，你要马上嗡班扎萨，负面的都净化掉，啊，不好的都净化掉，再来意也清净。我们内心里面没有一点点不好的心，好不好啊？各位刚刚从一点半做到现在将近四点，有没有不好的心呢？啊，没有了，都我像小丑一样的引导了各位啊。所以各位，你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你不要让人家有不好的心态跑出来，都是引导走路好的，那你以后心里会很快乐。因为你不给别人坏的心，你就也不会得到坏的果报。你经常给人家逼迫，让别人很烦恼，那你就心情很不好，以后甚至精神病、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你刺激别人啊。所以佛教里面，各位千万不要，今天这个人不好，你不敢在面前讲他，你在外面讲，他一样干，一样越来越好。因为 你不敢讲啊，就是你后面破坏他，还不是一样，对不对？打电话给人，这个是不好的。就像我们有些人说，那个人找我麻烦，我就给他做烟供。回向他不要找我麻烦，你不回向没事，越回向越找你麻烦。因为你回向的动机是错的，是不是？你认为对方错，你不要找我麻烦，你不要破坏，不能这样回向。你要回向给对方快乐、自在、健康，他的福利，自然他负面就不见了，了解吗？所以我们有些道场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念啊，然后楼上抗议啊，他们回向回向，楼上的人早信因果，不要抗议，结果三天就叫警察来把你赶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回向错了，你跟对方干起来了，你这个回向不怀好动机啊！你要回向对方生意好、快乐、自在好、睡觉，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你给光明，黑暗就消除了，你不要特别去给他黑暗嘛。所以我说你这个动机是不对的。
特别佛教里面有诸法，有诸法，真的是习真怀诸。这个人做坏事，你要让他停止掉。那这个诸法，你要用悲心做，你不要说对他做坏事，我跟你修三角形了，好利息。那事情更严重，会严重到极点。各位你要了解，如果离开悲心、菩提心念咒没有用，反而反作用力，因为你动机是不对的。啊，这个人真的很坏，每天伤害你，住在你隔壁破坏你，那你要对他同情哦，他不懂佛法，他不了解，没关系，我就一直帮你点灯印经，希望哪一天你很快乐，慢慢懂佛法，都不要提到他找你麻烦这个事情，连念头都不能有，好不好？那你这样才回向才有效果，这个是一个悲心啊，你千万不要利用佛教，利用佛教，师父啊，隔壁跟我吵架，来，你跟我烧一烧，把他弄走的。我师父又不是暗杀贤手啊，也不会。师父说来哦，这里赶快还有啊，好，所以来，我们讲意业清净，让自己生生世世不会有坏心，好不好？你要这样想，害人之心不可无。当你想要去骗人的时候，哦，算了，我不要讲，好不好啊？当你想要去恨人的时候，哦，我很痛苦，哦，我不要恨。像我们要修到什么？当你想要去谈恋爱了，哦，很痛苦，哦，不能谈，这个不行的，好不好啊？你现在谈恋爱很快乐，哇，那你不行了，对不对？你要说不是的，我不是谈恋爱，我是牺牲自己度他了。就像我们昨天啊，昨天讲一个故事，过去讲过了。天亲菩萨跟世亲菩萨这两位大菩萨的妈妈是谁？知不知道？比丘尼。有一个比丘尼出家精进修行，但是他发觉那个时代比丘尼不能弘法立身，那时候有重男轻女，所以这个比丘尼就偷偷还俗。还俗干嘛？他就去找，他长得很漂亮，头脑又好，他就一个国王去接近国王，国王都爱上他，然后把他带皇宫睡了一晚，睡了几晚，他发觉怀孕了，就跑掉了。终于得逞了，怀孕了，我要一个国王种。他怀孕，怀孕以后把小孩生下来，带了差不多，又去找一个很有道德、很有钱人，又跟他怀孕了，然后生着两个，一个就是天亲，一个就是世亲菩萨。他要拿到最好的种子，培养这两个小孩，成为佛教的大菩萨。这个比丘尼伟不伟大？那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还俗。对，他是慈悲的，他不是搞邪淫退转的。这就是天亲菩萨、世亲菩萨妈妈的来源。慈不慈悲啊？这很慈悲。要成为一个修行者，就是不要有男女的欲望，但是他宁可这样来让这个世界有他的修行，了解吗？因为他女生不能弘法。他以他的悲心能够怀一个菩提种，你看天亲菩萨、世亲菩萨对这个世界帮助很大的，这就是一种太慈悲了，所以这些世间人可能会批评他，但是他耐得起批评的，所以我想一个出家人就算还俗啊，我现在一毛钱都没有，那没人供养我，我有能力，我还俗去赚很多钱，开个老人院，我们赞叹他，免费的，对不对？赞叹他，因为他用世间的方法去圆满佛法，但他自己是无所求的，所以这个就是念头里面只有奉献，只有慈悲，没有嫉妒，没有欲望。要不要过这种生活啊？哎，我只会爱，没有恨，只有慈悲，没有欲望，只有赞叹，没有嫉妒。要维持这个心态，嗡班扎萨多吽。所以各位，当你有负面的心态，你要赶快嗡班扎萨多吽。当你看到别人有负面的身口意，你要赶快嗡班扎萨多吽。愿对方消除业障。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옹사와다라라굿스니사도두무나나니사와다라그란소도두피부스도티사스티오만수와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是斯里兰卡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十世纪，共1300年历史。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棵树，用铁棍扶着起来的。那棵树就是原来的菩提树，2322年了。它有一个特点，其他的菩提树一年里三次树叶会谢，但是，这原来的菩提树一年一次才会，下树叶。西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在位时，公主森伽密多从菩提伽亚的薄城到处菩提树取得一节树枝，送到狮子洲及现在斯里兰卡。非常慎重地移植到阿努拉德普勒的弥伽园，此菩提树已成为当今世上有记录的最古老树木。目前圣菩提树的所在地在古都阿努拉德普勒的正南方。进入圣菩提树的寺院之前是一条圣道，一只只白色的柱子竖立在圣道上。圣道过后到达圣树寺院，由金色护栏守护的圣树在寺院平台上，树干粗壮而雄伟，一边围上了佛教五色旗帜和守护佛法的金伞。金色护栏下面的石墙是18世纪建造，而护栏则是在2003年才安装上去的，且由镀金的铁棒支撑圣树茂盛的枝叶。菩提树下四个方向的墙面各自有佛像供人顶礼。住的你就直接把上面，然后我代表大家去供这些叫沙坡啊，还有供上去啊，然后大家供养。好，代表大家进去了啊。好，把心交给我。好。도두무나나니사와다라그란소도두피부스도티사스티오만수와나마시타라야디비카는사와다다옴후이보아我这腿大家虔诚朝礼了圣菩提树后，师父在枝干盘旋华盖一般的菩提树下为大家讲解菩提所代表的甚深妙意。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随有八德，供养十方佛，当愿众生罪障消除，六道清凉。轰啊轰，轰啊轰，轰啊轰，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护法善神，回向六道有情，回向鬼神，冤亲债主。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
嗡啊吽，嗡波摩顶尼舍多利，那那耶多耶，那摩娑罗波那那罗那摩娑罗娑罗波那娑罗波那娑罗萨婆诃。好，大家阿弥陀佛。佛陀在世，大家礼敬佛陀。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佛跟阿难说，菩提树就代表我，代表佛陀。只要礼拜菩提树，那就等于礼拜了佛陀。但是重点，佛陀要告诉我们，菩提代表什么意思？在经典里面有三种菩提，念一下：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佛菩提。声闻菩提就是体悟了佛陀所讲的苦集灭道，世间是苦，生老病死，苦的原因来自于无明贪爱，只要消灭无明贪爱，就能够离苦得乐，而修八正道戒定慧。念一下：勤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熄灭贪嗔痴。所以各位在菩提树下，要告诉自己要体悟生命轮回的苦，要消除无明贪爱恶业，才能够离苦，要真实的持戒禅定智慧。那第二种缘觉菩提呢，是体悟了生老病死的缘起，所以所有的生老病死来自于无明我执，有无明啊就会造作，造作就有意识，有意识就来投胎，投胎就有六根，六根就会接触，接触以后就有感受，感受就有分别贪爱，有贪爱就会执着，执着就会造成轮回，有轮回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路灭，六路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所以各位要体悟十二因缘法，所以这个叫缘觉菩提。那佛菩提呢，就是了解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都是父母，所以要普度众生，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成佛。要发菩提心成佛，就要首先发四弘誓愿，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发了四弘誓愿以后，要行六波罗蜜，来：以布施度千滩，以持戒度毁谤，以忍辱度嗔恚，以精进度懈怠，以禅定度散乱，以般若度愚痴。那实践了六度波罗蜜，消除了自己的贪嗔痴、伤害、散乱等等，进一步要接引众生，要行四摄法，要去实践。来：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要对众生布施，要讲好听温柔的话，要做模范给他看，要与他同甘共苦。所以以这个四摄六度，然后来广结善缘，累积成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有两种，一种是福德资粮，一种是智慧资粮。福德资粮是以大悲心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好，智慧之良是以一种悲心为根本，为了消除我执，了解众生而修禅定智慧。所以这样以后呢，能够成就佛果菩提。所以我想我们来菩提树下，就要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真相。所以生命无常，而且人生难得，所有人都在轮回里面被着善恶业影响啊，轮回的过程是苦的，所以了解这样而升起出离心，进一步帮助众生的大悲心，而要成就佛果菩提的菩提心。那为了要圆满菩提，那所以各位要体证空性，消除我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最具重要的这四句话，来：正觉缘起，就正确的觉悟缘起性空的道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长永恒不变的我，所以呢要正确的觉悟缘起无我，缘起性空的这样的道理。这个我想各位看到菩提树，就要想到我们这样的空性，按照个人的发心出离心乃至菩提心来追求成佛之道，这就是我们来菩提树下最重要的。来：嗡菩提吉萨摩诃萨，达雅米。